20年前，生命河就是从 Mission College 二楼这间小的教室开始。那个时候，每一个礼拜，我们将各样的器材从这小小的楼梯运到教室。场地虽小，但却充满神的同在。我还记得第一次我们敬拜，我们就在唱"愿你的荣耀降临"，让它从我们中间流到万邦。现在回想起来，生命河这么大间教会，却从这么小的地方开始，心中实在充满感恩。在这个地点 You're increasing the flow of the river of life. 哦，主啊，你要增加生命河的水。As it springs up. 哦，当它从活泉里面涌流出来。As it comes from your throne. 哦，从你的宝座那里流出。释放他的恩典。You're going to release His grace. 让这个恩典只涌流到万国万民。再一次来欢迎他。Once again, welcome him. 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
Hooray! Hallelujah! Bye-bye!